这个370关的一个冒险之路，这关比较卡呀。然后马萨多现在比较好用，然后我找到了一个马萨多，来打这个370关的一个方法。你看一看一下啊，刚刚打的这是770万的一个阵容，还比较高。阿川川。应该可以看到回放吧？这个主要是一个12星的马萨多，然后带上一个气势头带，让他在开局的时候不要被震死触发气势头带，然后带路的时候让他有一个回血的回怒的效果，就是大家集体被打然后回怒，开局的必杀一定要手动必杀打在库拉多身上。然后他可以开局第二回合就把库拉多打掉，一定要是自己手动来触发这个必杀的，不能是因为他这个七星夺魂自己飞过去的不行。这是昨天晚上打我冒险380多关，然后发现也是库拉多可以秒掉库拉多，就想到了这个方法。不过他这次自己主动附身在这个洛奇亚身上就不是很好，因为洛奇亚他有一次免死嘛，所以这次必杀有点浪费。然后对于其他几个精灵，他的必杀效果主要是附身之后，然后再出来的时候那一次七星夺魂，应该是叫这个吧，伤害特别高。你看这次有点浪费，打了个零伤，不然应该是秒掉一个精灵的。然后对于打鬼龙的时候，有一点比较麻烦，就是鬼龙身上自身有一层5层的鬼盾。这关我打的时候附身了2次鬼龙，都是没有打出什么伤害，应该是鬼盾在。然后鬼龙还是放在最后打了，前面还是打不掉。看他这时候的普攻伤害就已经真伤爆发出来了，都开始。然后裂空还是一直在用普攻来加攻击，然后再用避闪。马夏多这个打冒险之路的伤害还是挺爆表的，还是挺爆表的。这把我附身的一个鬼龙，但主要没有伤害出来，就打了100多万伤害，刚才，然后第二段60万伤害。可能是没有破鬼盾的问题，然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，我就开始去附身其他的精灵，让他秒其他精灵。这伤害值非常高，基本两个收掉，还有一个变淡了就。然后我再一次附身到鬼龙身上，这已经是第二次附身鬼龙了。其他精灵所有普通攻击都去打这个，他第二次不是还是没有很高的伤害，200多万是吧？还是没有很高的伤害，所有精灵都在普攻打这个洛奇亚，因为不想让他再复活了。等这次的时候，应该是所有人在打他身上的鬼盾，他开局有的一个4层5层的鬼盾，再往下打，变身也不太怕他。其实，这时候又一个是必杀性。他弃影之后出来的这个必杀伤害才是高的，直接把鬼龙秒掉了。你们如果说是370关，或者是马夏多卡在库拉多关卡的时候，就尝试一下这个东西。看一下啊，尝试一下带这个气势头带，然后开局让他不要被库拉多震死，手动去打一个必杀附身库拉多，再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很高的伤害。那这个冒险之路370关的视频就说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见。